8月10日，刘昊然现身北京机场，当天他衣着简单休闲，上身穿白色衬衫，下身穿黑色束脚裤搭配白色运动鞋，好似放学回家的帅气学长。只见乘坐捷运的他乖乖握着车顶的扶手，戴着耳机的他沉默不语，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。走出捷运后，刘昊然与助理往登机口走去，一路上任由身边粉丝跟随，前后不停拍照录像。快走到拐角处时，助理从口袋中拿出手机，似乎是在确认航班信息。刘昊然也凑上前去查看，之后二人又拉开距离继续前行。可能是不放心时间，刘昊然从口袋中拿出自己的手机看了一下，应该还充裕，于是又放心将手机放进口袋继续前行。不知道昊然弟弟这次又要去哪里呢？期待下一次再见喽。